然在新北市虎豹潭落水悲剧的搜救任务今天进入到第六天，唯一下落不明的刘小妹妹在今天终于被找到了。失联第六天之后，在下午三点多钟，救难人员是在距离落水处大概18公里远的地方发现她的踪迹。我稍早的时候早上，她的爸爸也带着女儿心爱的娃娃沿岸来祈求孩子快快回家。下午3:47，虎豹潭搜救人员传来惊呼声，因为在距离刘小妹妹落水点18公里处找到了她。救难人员小心翼翼拿了大型白布，准备将她送往医院。被发现的地点岸边杂草丛生，救难人员发现刘小妹的衣服被冲走，包包也不见了，已经没有生命迹象。他们用拉绳将遗体运往对岸，送刘小妹最后一程。宝贝女儿失踪多日，对刘爸爸来说相当煎熬，他不放弃任何希望。21号一早，带着刘小妹最爱的娃娃到场，希望有奇迹发生。16号下午4点多，刘小妹在虎豹潭梳子坝落水失踪，经过119个小时搜救。21号下午3:47，搜救队员在平林平安潭营地一带找到了刘小妹。无依无靠的她，沿着北势溪漂流了长达18公里。因为她背的背包，所以它被冲的速度应该非常快，水势已经退了以后，那它的位置是在这个岩石上的草丛边找到了这个刘姓同学。刘小妹的遗体被送往万方医院，焦急的刘爸爸也在第一时间赶到医院指认。失去一双宝贝儿女，刘爸爸面容憔悴，连续5个晚上连家都没有回，但最后见到的却是刘小妹的冰冷遗体。搜救队员119小时不眠不休的努力，总算寻获6名死者，但营队快乐出游却遇上虎豹潭山洪爆发，也变成落水6死悲剧，5个家庭破碎，也带给家属永远无法抚平的伤痕。记者新北市综合报道。